力人人抢购。2018年卫生纸之乱，不少民众都参战，最怕民生用品喊涨。但今年许多美国品牌总部先预告涨价。外电报道，宝乔宣布宝宝是尿布、好自在卫生棉，预计9月起调涨个位数百分比。金百利克拉克宣布可丽舒浴室卫生纸6月下旬调整价格。美国品牌出现涨价潮，就连可口可乐总部也说原物料上涨 hold 不住，预计涨价。那我们就先囤货啊，现在在比较低的价格的时候先赶快存起来。薪水没有涨啊，就会觉得怕会大嫂会负担不起。尽管涨价消息才在美国宣布，但民众已经打算先备好家中存货。不过专家分析，台湾物价状况不同，以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，台湾年增率1.26%，美国已经来到2.6%。就美国目前的困境，那个物价的这一些那个上涨的速度其实相对快的。那其实台湾我相信厂商一定都有这样的压力的，只是说我今天看起来我有可能是在当地生产的话，如果物价相对平稳的时候，我涨价压力也不会那么大。美国通膨升温，台湾也要观察涨价压力，毕竟国际原物料上涨中，海运缺柜也持续推升成本，可能第3季第4季也许这种物价这种价格的涨价压力就会开始出现。就怕涨价潮从天天用的民生物资波及到其他产品或产业。不过询问品牌端，宝乔表示台湾市场并没有调整规划，金百利克拉克还在了解中，可口可乐回应会在评估，各大卖场通路都提到没有接收到相关讯息，民生用品该买的要买，但不需要疯抢造成市场混乱。三立新闻唐一晨、谢淑敏台北报道。